百孝经后，陈贤郭讲师，郭讲师这么用心来写，写这么多，他都很整齐，有啦哦，很整齐，很用心来写，写这么多，写百孝经，八孝经啦吼，才用功安尼，才用心写到遮济。哦，房先生，咱来写，我会当写到遮济遮水，咱的毛笔字遐遮水。伊遮是水啊。有有吼。哦，王先生最用心讲，想要知影经内底啥物意思，较无简单呢。迄落台下底倒是区区个区语言啊啥？念嘛，计增念。念嘛。计增念念念念念起起念，伊是念个声音念。它是计增个意思哦。计增个意思啊。高念就好念，就是讲计增足济啦。哦，好念，迄个念哩。对，我带心计心计足计，茫想要要求。计增的意思，对啦，意思是计增的意思啦。啊，带某啦，带某唔当，带心不唔当要求，计增足多啦。啊，带只你。